基本上就是娃娃映画的创办人 Moby Low 嘛，他跟我先说了，他需要有一首比较有韩风的歌曲啦。那我是通常我就写曲嘛，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曲子，我寄了给他。他说这首，其实我们就在咖啡厅聊天，我就当场给他听。他这样听，他说我觉得这首可以嘞，我给我的团队听一下，他们说 OK， 我就 OK 了。然后就是看了一下大纲，然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，然后就有那个两三天，然后就灵感就写出来，然后写出来这首歌曲，然后加一些韩文的在歌词里面啦。是，我得说娃娃映画很会运用歌曲在他的那个整个电视剧方面，他们就会我看我看他们用的把那歌曲放在哪一点，我觉得放得很贴切，就把整首歌都好像这剧呢需要这首曲，这首歌呢也需要这个剧。